回来了，他们没送你吗？他们是……哦，他们是公安局的，说是找你了解点事情。你吃饭了吗？你好，我是刑警队的林雨虹，这是我的同事赵伟。你好。你这是快要生了吧？快了，九个月了，算是快要熬到头了。那你可得小心啊，这个时候还开车。他工作也忙，没办法。娘家离县城近吗？嗯，不算远，但就是山路有点绕吧。经常回去啊？还好。回去几天了？就三四天吧。你就是处理李佳佳案子的那个警察吧？我在新闻里见到过你。你跟李佳佳熟吗？我们以前一起参加过一个节目。你们不会为了这个来的吧？你知道李佳佳为什么会出事吗？不是那个姓周还是姓赵的网约司机吗？这个就是那个司机的照片，认识吗？十年前你们参加的那个节目，他就是其中一个负责人的司机，你没印象？都十年了，就算当时见过也没有印象。时间是挺久的了。十年了，胡一婷你还记得吗？一起跟你参加选秀比赛的。有印象吗？你们怎么突然提起他啊？我们查到当年有一些情况，他是跳江自杀的，对吗？你还记得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我听过他的一些传言。什么传言？他们说他当时为了拿冠军，做了一些出格的事情，被拍了照片。什么照片？你看过吗？那些照片是谁拍的，你知道吗？当时那个节目是不是对你们的诱惑力挺大的？当时年纪小嘛，很多事情也不懂。那是个正规节目吗？有没有什么内幕之类的？节目组提过什么不正当的要求吗？签约、拍照或者拿钱之类的。当时竞争大吗？参赛者之间记不得了，麻烦你再好好想一想。胡一婷当时自杀和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吗？比如李佳佳或者你们其他什么人？等等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我们不是说好了，你们不是来就是简单的了解？先听我们把话说完好吗？我不记得当时胡一婷的死跟任何人有关系。这是胡一婷，十年前，1909年跟你一起参加比赛，因为你所知道的艳照流出，最后选择跳江自杀。这是李子欣，5年前，2014年3月14号，接到一名记者电话，去了县城的汇仁酒店，在房间内被刀捅死。而那名记者就是你们比赛当中的一名宣传，周灿。
2016年12月份，准备跟男朋友去杭州，从此没有音信。她的电话、信用卡、身份证再也没有被人使用过。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，她应该也遇害了。李佳佳，这个你们应该都很清楚吧？网约车被害，而杀她的人并不是赵长松，他跟赵长松一样都是受害人，而赵长松就是当时你们比赛其中一名负责人的司机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胡一婷自杀之后，选秀节目最后留下的那几个人，除了你之外，其余所有的人都出事了。你们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只是希望你如实告诉我们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真的不知道胡一婷为什么会拍那样的照片。我都说过，是不是有人强迫她？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说了，她当时你们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拍了那样的照片？节目组有人逼你们吗？那你们为什么拍呢？没拍，我说过了没拍。我为什么要骗你们？这个人你见过吗？你确定吗？没见过。看上去还挺斯文的。我倒是觉得她没跟我们说实话，而且我敢肯定她老公也一直被她蒙在鼓里。你觉得她有所隐瞒？也有可能她的确是什么也不知道。你有注意她看照片时候的表情吗？我觉得她认识凶手。如果他跟这件事情有关系，他也有可能是潜在的被害对象。那你觉得凶手还会杀人？为什么不能？老刘，哎，吃了吗？吃了。林队啊，我已经查过了，吴小梅去那家餐馆见的那个男的，是他哥吴念生的独子吴小军。那他跟胡一婷不是表兄妹关系啊？对啊，吴小军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，之前他也在重庆读过书，但是啊，高中没有毕业就辍学回到了临川，前些年呢还开了一个小面馆，后来倒闭了，就一直留在那家餐馆打工。不过我问过那个餐厅的老板，说李佳佳出事的当天他一直都在正常上下班，没有任何异常。他家还有别人吗？就他一个人。他和胡一婷关系好吗？还说不清楚。不过他的年龄、身高、体型都和这个凶手对不上，再说他也没什么钱，就更谈不上花钱去雇凶杀人了。吴小军现在住哪儿？就住在那家餐馆附近的一栋居民楼，租的是个单间。他一个人住？一个人。他多大？31了。结婚了吗？没有。老刘，得盯一下这个吴小军。好，我马上安排人。哎，听说嫂子病又犯了。嗨，没事，老毛病了。安排好了，回家一趟吧，有事说一声。
好，那我去了。嗯。 喂，喂，老大，李思琪和她老公王文杰在李佳佳出事的时候都在家里。大家旁边监控拍得很清楚，这个李思琪在大学毕业之后在苏州待了一年就回来考了教师资格证，之后一直在二中当老师。她老公王文杰也是二中的老师，两个人是工作中认识的，前年九月份结的婚。王文杰家里条件比较好，父母都是干实业的。小两口两个月前刚买了台新车，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不像会是犯事的人。知道了。 怎么样？没事。老样子，没什么。说完你要不睡一会儿，我盯着呢。好吃吗？牙不是。 你也够辛苦的，将就吃吧。案子查的怎么样了？慢慢查了。你呢？生意好吗？老样，饿不死。 我听说你女儿当时出事的时候，你不在湖北，对吗？你在哪儿？在这儿。你女儿当时为什么自杀，我们已经知道了。你能跟我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？ 他在市里读书，选修是我先知道的，是我把他叫回来参加的。他在学校最好的，选修这儿呢，也是各个方面最好的。我是想让他拿个大奖，成为个大明星，这样他的生活。 跟我们不一样。当时那些照片的事儿，你知道那些照片的事儿吗？不知道。像你这么说，你女儿那么优秀，为什么她没要照片呢？她从来没跟你提起过。
当初认识我们的人都可羡慕我们了，都用另一种眼光看着我们，真的就像是曹天突然有一天晚上跟我说不想去参加这个选秀节目了。我就问他为什么，他又不说。后来我们俩说了很多，说着说着差一点吵起来，最后他还是听我的话回去继续参加那选秀。他当时要是没听我的，是我把他给逼在绝路上的。老板，啊，买点什么呀？买点排骨。你怎么还没走？啊，我联系了一下胡一婷在重庆读书时候的班主任，还有几个同学，他们说当时胡一婷有个男朋友叫韩泽，不过这个人呢，在胡一婷出事的前后都没有来过临川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林队，我还对比了周灿和李子钦的通讯录，发现他们有好几个共同联系人，其中有一个女的，在李子钦出事的当天还跟他联系过好几次。我觉得他很有可能知道李子钦当时的事，不过这个人的手机号啊，在李子钦出事两个月之后就停用了。然后我托了点关系找到了他。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找到一个当年李子钦案的证人。在哪儿？就在这儿。其实子欣出事那天，我一直劝他不要去，可他就是不听我的。你当初的口供上说，凶手有给李子欣打电话，还在电话里边提到过什么秘密，指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具体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。你知道李子欣之前参加了一个选秀比赛吗？他出事真的跟选秀有关？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那个选秀我也参加过。你也参加过？而且我还是前五名中的一个。前五名不是胡一婷、李佳佳？我退出了。你手上那张照片也是后来才拍的。你为什么要退出？因为那个比赛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
我们进入前五名以后，有一个庆功宴。那个时候我们被带到了一个旅游区，说是一场封闭的培训，所有家属都不能够参与。可有一天，我们突然被要求穿那种很暴露的比基尼表演。我记得那天晚上至少得来了有一两百人，而且很多人一看就是那种有钱有势的。很多人来的时候甚至就已经喝得烂醉了。我们节目组的评委也一直跟他们喝酒，他们还一直跟我们说，那是展示我们自己的好机会，让我们懂得如何牺牲之类的话。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其他人有知道这些吗？我不知道。我记得那天晚上，我们每个人都被灌了很多酒。周三一直在吐。那些比我爸还老的男人们一直搂着我们聊天，手还不停地乱摸。所以酒会还没有结束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跟他们大吵了起来。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满脸胡子的大秃头，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扇了我几个耳光，说我不懂得珍惜机会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我当时就觉得脸上火辣辣的。后来我就先去大巴车上休息了。我哭得很厉害，是胡一婷一直在安慰我。她当时跟我说过，其实她也想退出的。可谁知道到最后，真正退出的只有我，其他人都留下来。胡一婷没有退出是因为她妈，她妈希望她留下来。你跟我说艳照的事，具体什么情况？胡一婷不是那样的人，她不会做那样的事的。她是我们几个人当中唯一在市里读书的，她懂的东西比我们都多，她的长相、才艺各个方面比我们都要优秀。按照当时的比赛来说，她就是冠军，她根本就不需要那样做。会不会是有人逼她呢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我离开之后，他们让李佳佳顶替了我的名额。我那时候跟家里的关系闹得太僵了，家人偷偷给节目组送钱，想让我再回去。虽然他们说是为了我好，但我当时觉得他们就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，所以我一生气自己去敦煌玩了好几个礼拜。可是等我回来的时候，胡一婷就已经出事了，节目也停掉了。那之后李子欣也没跟你说过当时发生了什么事？子欣只是告诉我不要靠近李佳佳，他说李佳佳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。他有跟你说过李佳佳怎么不择手段了吗？当时节目的主办方是些什么人你知道吗？都是一些本地的大老板，主要还是咱们县的。有认识的吗？你们知道这个酒店的老板是谁吗？叫什么？林子安。赵长松跟了我差不多一年多一点吧，确实是在选秀那段时间，具体是什么时候走的我就不记得了。胡一婷、李子欣、周灿、李佳佳这些人都不陌生吧？他们就在这个节目。你自己跟他们一起出事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当时我也觉得奇怪，但是我确实很忙，没有时间去管。林老板，
你做过什么？我们了解的一清二楚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从来都不会做犯法的事情。没有吗？你们要我配合调查，我也配合调查了。你们还想怎么样？难道你们以为他们是我杀的吗？如果你们真的不相信的话，可以问一下你们局长，问一下老威，他们都了解我。好啊，说说当年选秀的事儿。搞一下文艺事业，栽培一下本土明星，不是很好吗？你搞的这个选秀出了那么多事，你是培养本土明星？你想清楚再说。还有什么好想的？林总，不管这些事情跟你有没有关系，但这些人都是因为你这个选秀节目才出事儿的。难道你的心里就没有一丝的愧疚吗？说说吧，胡一婷那些照片的事儿。我真的不知道，这都是他们的私事。你不知道我搞一个活动有多忙多累，你觉得我还有时间和精力去管那些吗？我听说你们在比赛期间还做了比基尼派对，是吗？比基尼 party 只是个商业平台，当时大家都知道我要搞这个选秀，我只是利用那个商业平台拉一些新的客户赞助，就那么简单，跟你们说的那些照片是两码事。当时有哪些人参加了那个派对？这个不好说啊。不好说，怕出事。胡一婷出事之前，你有收到过那些艳照吗？你怎么处理的？我还可以做些什么吗？这事儿我都不知道从哪开始。你司机把所有照片给了一个叫顾俊明的记者，你知道吗？你让赵长松干的吗？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当时我也问过长松，长松也说不是他干的。后来我觉得把他留在公司会带来很多麻烦，所以我就把他开了。其他的我都不知道。林队，如果你们还不相信我的话，你可以回家问你老公，当时这个节目他也投了钱。你干嘛呢？我进去不太方便嘛，要不你先跟他聊一会儿。这会儿你又不坚持出警原则了？我这些天联系你无数次，你一点反应没有。你现在一见面就来质问我十年前的事情，我都跟你说了要赶子豪开学的时间。到底是你儿子重要，还是你那个破事重要？胡一婷、李子欣、李佳佳、赵长松，现在已经四条人命了，再加上生死未卜的周灿，全都是因为你搞的那些不入流的选秀节目才出事儿的。你现在却跟我说这只是破事儿。我说了，我不知道当时的事情，都是林子安操作，我只是投了点钱，而且很少，具体我也没有过问。再说我也没有时间。你去了那个派对吗？去了吗？我投钱纯粹是为了维护关系，我们都是酒桌上做的决定，也没有仔细研究。所以你也收到过那些照片是吧？什么照片？艳照，胡一婷的艳照。我当时就警告林子安了，让他马上把这事处理好。他怎么处理的？我哪知道，应该就是正常的。见过吗？根据这个申请能判断出是谁吗？这我哪认得出来啊？这什么人？凶手。
我们能单独说两句吗？我现在没时间，走了。不是我赶时间，是我们的儿子。为什么离婚？你觉得呢？我哪知道，先生我不接掉。差不多吧。嗯。真的假的呀？那冷淡呢，还是过身呢？你看我是冷淡还是过身？我过身。因为工作。其实我不太会照顾家里，什么都不会做。你儿子挺可爱的。喂，老大，李佳被杀的第一现场找到了。在哪儿？老城南丰小区，就是赵航松被杀的那栋楼。老贾他们呢？他在路上，有人在堵车。李佳佳当时就被关在赵阳松被杀屋子楼上的那个房间里了。这家伙胆儿太肥了吧！林队，这是在里面找到的衣服，刚刚跟李佳佳家里确认过了，就是他遇害那天穿的外套。林队，里面。案发当晚，你们在通电话的时候，他还在去市区的国道上。从那儿到这儿的距离不算很近，那他为什么花那么大力气把他们弄到这儿来？这个地方肯定是凶手精心挑选的。他一开始就计划好，要把赵长松和李佳佳带到这儿来。他有明样的目的。就是不要一下子弄死他们。如果他一开始就用对赵长松那种迷药的话，李佳佳不可能有机会给他朋友发求救短信。那他岂不是有更充足的时间制造出一场完美的网约车谋杀案的假象？他为什么不这么干呢？这家伙显然就是个变态，他还拍他。
有一种可能，他是故意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让李佳佳有机会给他的朋友发求救短信，故意接听我的电话，还跟我聊了很久。出事之后，他又冒险开着赵长松的车出去被人发现，甚至专门还挑选了网约车这种方式。你的意思他设计好的？为什么？凶手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隐藏真相，更好像是故意引起我们的注意。我甚至怀疑案发当晚李佳佳根本就没有发出那条求救短信。那个短信说不定就是凶手自己发的。你是李佳佳的朋友？是。车主叫什么名字？赵长松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干？包括后面他接你电话，难道就是为了好玩？不，他接电话是因为车上还有别人。什么声音？喂，赵长松，你在干什么？我不管你想干什么，你现在停手还来得及。听到没有，赵长松，你还在听吗？李佳佳想跟你说话，你要让他们说话。赵长松，警察！喂，爸，你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到底在干什么呀？你出什么事了，爸？爸，可是他把他们带到这儿，如果要杀人的话，他当时就可以杀呀。除非。除非他跟我们一样，也想搞清楚当年的事。我真的不知道，不是我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每个人寻觅的幸福。
当你在灯火阑珊处挥霍掉经年累月的赌注，体会捶胸顿足的领悟，等到惩罚被解除，才知生命本痛苦。这城市喧哗的末路，只残留安静的孤独。谁知道这场不明的演出，只是身不由己的旅途。用尽全身解数，始终走不出迷路。